你讲你有落到阿伯保险箱的密码对不？嗯。安尼你敢袂当把这影片传给我？安尼我就会当太阳界去偷摕和解书，还佮有迄支手机啊。行啊，你要偷摕物件，无用安尼伤危险啦。袂啦，我袂去阿伯发现的啦。你当作四天监控拢无监视器呢？这代志哦，就交杨建三兄弟去参详，看伊要安怎做。你若想要家己去偷点物件哦，我当作啥物拢无看的。你手机内底影片啊、密码我拢甲删掉。哎、欸，爸，妹耶，我一定要完成这个代志，我才会当无危险，放心去做催眠，甲七木奈美一切拢放平。啊？什么催眠？啊！你之前不是就烦恼杨姐离开了后，我也就伤心、就痛苦的，我都好好过日子，所以我才想讲，我想要找催眠师催眠我家己，跟我叫杨姐熟悉过程，还佮我佮伊做翁仔某，一切拢放袂记。既然你拢已经做好准备，要佮一切拢放袂记啦，现在就要去替杨姐去偷点物件咧，哈！因为我杨姐这几啊十年来，唔那是翁仔某。阁是拍拼事业的战友，你害着较惨死。爸，你也毋是头时间才知啊。好啦好啦，今日你要甲杨姐斗相共啊，我甲你做伙去啊。妹仔啊，杨姐即摆真全力，伫个酒档啊，阁有饭档的面头前，暗看你是鬼用的属性呢。你哪会当出现伫伊面头前啊？只要你愿意甲阿伯密码传给我，安尼我甲杨姐就袂闹出伤大的动静啊。王国奈美，你要放袂记的代志真长嘞，而且八年才长嘞。哎，你敢会拍算另外做伙拢放袂记？我讲你，爸，这资料内底写，高明娜因为出意外，所以袂记这几啊十年的记忆啊。也毋过伊人感觉这几啊十年过啊足幸福的。我讲的这个人是阮爸。我。啊！我们这几十年，我拢在外口咧，四界也袂走呢。所以啊，当我变当高明娜了后，你都要参像我剧本写的安尼，陪我同齐食饭，同齐旅行，甲你这个做爸爸，佮我这个做查某囝，拢总报倒来。嘛，只有爸爸对查某囝的爱，才是我拢袂改变。好啦，等你变成个高明娜以后，我就带你回去日本，哈，阿唔少，我就带你去全世界四界佚佗。等佚佗回来了，我再替你找一个真正疼惜你一世人好查甫人，嗯？好啊，那安尼我就看爸，你眼光敢有比我搁较好？你就跟我讲。杨姐，哼，无够看。阮爸录着影片内底，已经确定何解书啊，佮有手机啊，拢伫个保险箱内底。即摆密码嘛知影，只要等我阿伯无伫个办公室，入去偷摕，安尼饭档下就当解脱啊。熊青木社长，副社长，之前完全毋捌听恁讲过恁爸爸，即摆哪会突然间提起啊？阮爸之前一直拢伫个国外，伊最近才倒来台湾。副社长，虽然这是家内事，也毋过事关重大，我也是真歹势，要请教一下。恁爸爸确定知影，阮先阿伯安尼做，而且伊嘛知影，阮对于伊大兄高总裁是怀疑的。这一时吼，嘛无都解释得清楚啦。唯一会当肯定的是，阮爸是徛在咱这边的啦，而且饭档的代志绝对袂讲出去，这你当放心。真正是替阮保庇，不到几年啊，要渡过难关，这机会愈来愈大。老母，电工，咱找一个机会，亲身甲这个细节说多下，这一定爱啦。这后盖代志啊，即马先解决了感情的问题啦。我跟奈美不是讲好啊，要趁阿伯无伫个办公室的时阵啊，入去摕何解书，还佫有手机啊。啊，然后，青木社长啊，你稍等一下好不？那即摆真正要行动啊，有一个代志要先讲好清楚。
我这么危险的事情，我是认为不要让副社长出面较好。是啦，副社长，我真感谢你跟我斗三工，不过其他事情，让我自己处理就好。那安尼，我请问两位董事长，恁可有法度入去我阿伯办公室啊？这办法是人想出来，一定是有机会啦。啊，反正就是袂当让副市长去冒这个险啦。哎，青木社长啊，啊，一天敢唔敢讲叫我倒来秀波秀波啊？这就是你秀波的方式哦。奈美，其实酒当甲饭当，因讲的嘛有道理。杨姐，咱拢已经讲好啊，即摆为酒当的甲饭当的讲几句话，你都莫想坐弯啊。你三兄弟的感情真正有够深的呢。嘿，等下，副社长，三个兄弟啊，你是不是误会啊？我的意思是讲，恁三个查甫人，自从李勇逼我签约开始，一直到今摆，恁三个人合作，要替饭档来查出真相，恁三个人拢安尼连做伙，袂输敢那连体婴同款，同齐做足一代志的，真正无参照是你上合作的对象，应该有的交情。不好意思啦，副社长，当天人看到我，刚才要对我借口多谢，我是无这个福气做伊兄弟啦。伊讲大兄是较下啦，啊，特别在青木社长讲声哦，阮大兄虽讲好啦，啊，做朋友无外久，许交情哦，比我这结拜兄弟还搁较深啊。我特别徛恁两个中啊，我就袂说敢那是电灯泡共款的。喏，啊，你搁知影讲你甲恁大兄几十年的交情哦？哎呦，我看。哎，咱这熟识哦，无偌久尔，你就惹偌侪麻烦了呢。啊，这几十年来，恁大兄替你吃几届尻川啊，伊真正顾你是比顾伊的盛发集团搁较辛苦的啦。我若有你种兄弟哦，真正我嘛感觉切心啦。哎，你我是吼、哦，你是对我有意见，不要紧。总讲本党真够扣分啦，完全无带良讲，我是要替你洗清你冤屈，我承受这么大的风险。不要紧，我连麦我随离开，后盖你的事事我拢卖管啦。我讲你这个标准啦，过桥拆桥帮，过桥拐啊随单调，我真正大开眼界啊！副社长，你看到啊哈？我话一讲了哦，恁两哦，伊就开始表演啦。青木社长啊，我无要叫你离开啦，啊，我若唔拿一遍吼，来甲你说多谢啦。啊，就实在是，你几嘴我真正袂动的。哎呀，政府还佫在生哦，伊也看到讲有一人佮伊生作一模一样的，迄个性完全无同款啦，一定气甲屁火。有，啊，看起来你对咱政府嘛佫真了解嘛。我一定比你佫了解。哎呀，好啊好啊，姚武，卖个弯啦。你是我的小弟，啊，佫社长，我认为我佮你真缘，假使你愿意佮我做做大兄，请你听我一句话，阮两个人佮政府。当年就是做伙打拼，做伙吃苦，所以阮感情才会这么好。我本来想讲，这世人，阮的兄弟情会永远起一角。要过好个在天公伯啊，让你出现在阮身躯边，我真珍惜。所以我想要拜托您，看着我的面子，您和我相处，和我斗阵，卖个冤家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管好你的嘴啦，好不好？你好好表现啊，你。好啊，那恁三个人，今麦共识啊哈，下当来讲证书啊。等等诶，你介多的消息，我阿伯真紧就会知影，伊真紧就会后一步的动作。恁敢有想好什么方法，利用我阿伯要来讨债伊进前，提出和解书啊，搁有手机啊。今麦眼前我都是上好的答案。你会当问杨姐，我这个副社长毋是一个花干。我袂记，恁在日本的时阵就已经领教过啊。放心啦，有我跟杨姐伫咧，阮袂有问题啦。嗯？我答应你，我一定保护你安全。
社长，副社长，我唔知要怎表达我心内感觉，也毋过，敢若只有一个方法啦。真多谢你，非常感谢。恁做前锋，我讲大兄，你喺恁背后做恁的屁股，随时给恁接应，让恁平安倒转来。文凯，听讲彭小武已经准备要卖咱四天对面迄个精华地啊，嘛已经找人来讲介绍。还阁有谁参与这件代志？还阁有周信强。给我一个弥补的机会好不好？我陪你做去讲土地的代志。弥补，周宪强啊，彭亚武藏起来，佮帮助伊解毒，佮帮助伊买卖土地，这么重要的代志，你竟然都唔知影？你即马佮好意思讲你要弥补？顺道，大红营做精华地都拜托你，无问题啦。李白，局长，彭探，高总裁，但是什么风给你吹来？来给你关心一下啦。进前拢找无你的人啊，搁咧想讲你敢是发生什么意外？好佳哉，人平安无代志，而且你气色嘛袂歹。本高总裁你好气，阿嘛真多谢你的关心啦。希望你们看到阮两个无用吼，无你麻烦啦，你是不是当伫外面稍等一下？我请人先泡一杯啊，好饮的咖啡，请你啉嘛。彭大，我知影你即马当咧讲迄块精华地的代志啊。那迄块地啊，我无可能让别人的。哇，啊，这么秘密的代志，高总裁你也知影？但是我的办公室去用装监视录影器啊，是窃听器啊，这太恐怖了！我连门我一定随叫征信社来处理。文大，我这么有诚意来跟你讲生意的代志，你用这款态度对待我，安尼敢好啊？高总裁，你将我的尊严担伫涂骹踏，我来跟你口说两句啊，算拄啊好啊尔。我跟你讲。迄精华地哦，无你的份啦！好啦，要不好奇心在，既然高总裁亲身行一撮，咱就听伊开价，和市场来决定啊。高总裁，这位是巨平建设的孙董事长，伊拄啊开价750亿，要买迄块精华地。750亿。150亿我买单亏啊！哼，笑死人哦！拄只咱上一件礼拜哦，哇，气势真强啦，讲话真臭屁啦，袂输跟阿公生理，伊一定做会成。结果呢，甲人说同款计数。是哪个？你靠我的缘，我跟你签约，跟你签约哦，我起码是较爽啊。彭亚武，你唔当袂记。你阁有一寡物件伫我诶手里，这你做你放心啦。我甲孙董诶签名了后，伊钱马上汇入我诶口座，我会随从十秒给你。假使你若是无守信用，我嘛我诶办法来互你好看。